今日咧就教大家整 UFO 蛋。咁咩系 UFO 蛋呢？咁个形状咧真系好似只飞碟嘅。咁要啲咩工具呢？我要汤壳啦，同一煲水啦，咁啊一只鸡蛋啦，系咁简单嘅啫。咁啊啲水滚就可以整噶啦。咁啊落少少油喺个汤度。咁记住啦，唔使太大火嘅，因为咧太大火嘅话咧，你阵间就会知道，咁啲水咧就弹入只蛋度嘅，咁就唔靓仔噶啦。我哋是隔水咁啊煮熟佢，咁所以点解头先我要坐喺度咧？系好攰嘅。咁啊，大家会见到咧，只蛋咧会慢慢咁熟，慢慢咁熟。嗱，见到只鸡蛋咧，蛋黄边开始蛋白都埋去嘅时候咧，咁即系代表差唔多啦。咁差唔多咧，就可以做第二个步骤啦，就系慢慢浸只鸡蛋落水。见到只鸡蛋咁咧，就差唔多啦。反转一碟，加水先。依个就系 UFO 蛋啊！咁系好得意咧，啲小朋友应该好中意嘅。食嘅时候咧，可以落少少盐，又或者咧夹面包咧，都可以好好食噶。